差，我用力抵抗。对。一个奶奶啊，98岁啊，妈妈只是这样子，她是一只脚跨上去的，都是这样跨着这样子，好几年了，我花了3个月才拆开。3个月就拆开，那实在很了。你3个月是每天去吗？1个礼拜3次。一个礼拜三次，那他家人有帮他处理吗？家人请了多少人去那个什么师什么师去看，没有人敢动。98岁。98岁。他们的方法一动呢，骨头就脆掉了。那你怎么样给他？先浇一点点，慢慢。他怎么样跟他洗呢？他不会动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动。对，那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怎么样跟他洗下体呀、一样，就是外劳啊。不是，他打不开，这样、这样怎么洗？没办法洗。就脚翘着、所以就是说，你如果像我妈妈当时，她就是这样夹着嘛。她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打开，她。最后会变成翘到上面。不是不是，他习惯翘脚坐，翘脚坐坐坐坐，也没有帮他纠正啊，一直翘一直翘，躺着也翘。躺着也翘。3礼拜4次怎么就动不了？现在可以动，只要多带，多动。不好意思，太麻烦了，老师。这一段比较痛。我是想说，以后跟我妈妈怎么样哈，有机会来跟老师学，做老师学生，做你助教。这一股料就是靠耐心，靠耐心，要还没有耐心，极限是做不来。我也是一直在磨了，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先生也知道我是那个急性狼啦，急性狼，现在也是磨到，比较好一点啦，现在。磨到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基本上我是属于急性子。我是急性子。你也是急性子、也是被患者磨到没有限制的。像这种急不来啊。你这个是做了20几年了。18年。18年。18、9年。这18、9年的，什么奇形怪状的都做。都看过了。一只脚的。截肢的。截肢的也可以做。截肢的，对啊，我觉得那个以前灌入那个陈医师，一只脚你都敢接啊？我说不敢接。那是你的在叫吗？对，没关系。有细节接的，那也。你可以把声音关小。你好吗？帮你关小好不好？我关小又怕有时候电话来又听不到。电话来听不到，有可能哦。那就不要动它好了。现在气色很好。我的朋友都说他气色不错，很好。
我这个要跟他聊一下，是不是翘翘？请你帮我看看那个摄影镜头有没有照到我这边。没有哎、欸，好像太近了，稍微退后一点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比较好一点。好。你名字也可以看一看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我忘记那个可以这样整。谢谢。我自己看不到。老师，你看我们以前都没有发现可以这样。这年轻人都不一样，我用了多少年了，都没有想到可以这样。爷爷以前那一个也是这样子啊，真的啊，爸爸帮忙帮爷爷买那一个，还在我那边。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没有想到他可以转过来，我自己就可以 monitor 首先照的情况。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，因为他们，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就是，好后面才开始玩嘛，可他们可能玩了很久了，所以他们看到很多东西，他很自然的，那对我们来说，没想到啦。像那小朋友啊，他们弄电脑啊，你爸爸。不过哈，学到一点就是一点啦。你看我也是这样慢慢学，哎，现在我好像我的朋友们，哎，什么要建赖群组要干什么，都是我在弄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只要开始哈，就不晚了。只要有想学的心。我用数位手机也是去年才。是不想用。哦，不想用。但是没有遗憾嘛，人家不行，跟不上时代。哈去年才，儿子要换手机嘛，旧的给我用。所以是要前后跟旋转交替进行。因为光棍节是他三个活动，这样子前后的动，前后动就是前脚，旋转，这个就是转，外转，他内转的很厉害，所以把它外转，这外旋，内旋都要做，这个光棍节的活动是三个面全部都要动，那才可能会收。你要知道它的功用能那个状况啊，了解了，你要调整才有办法调，不能无从下手啊。像一般外面的，卡式我把它转松就好了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它有转位，有那个整个前后动，这个被做人。痛的哀哀叫，效果不彰，就这样子。我们要不要跟上次一样，一面照着一面做？先吃饭，只做到这里。我希望这只脚赶快松掉。松掉就可以平滑，膝关节不要把它动，就把这个力就是度，轻轻的转它动。
所以你的朋友讯息很多，很多族群啊，我一天不看就有500-600，喜欢放，喜欢赖的嘛，就那么几个人喜欢赖，那族群啊，有时候一个人的70-80通。哦，真的。他的朋友，他朋友也多，他收到的是刚出去。这些就是网军哎。你说3个月把它翘脚变成正常，那弄到完全正常又那个？可以绑脚。他所以你有他有绑脚。后来可以绑脚。哦。翘了交叉，你怎么绑脚？哦。而且可以平躺睡觉。哦。他以前都是翘的，但是会侧睡。哦。翘着侧睡。现在人呢？后来有一次，他那个外劳啊，那个他妈一个小姐，林小姐还是一个小姐，她在第一营上班的，做到高很高阶啊，如果二班到国外去了，做到那个经理的，就他呢都上班嘛，留给外劳，就外劳喂他吃东西啊，卡住了。没有吞下去了，他紧张又不知道怎么办，拼命打电话给林小姐，那林小姐她开会收不到，她不懂打119，结果那个通的时候，林小姐冲回来看妈妈怎么行，所以要很小心吃东西。不是啊，你请外劳雇就有这个风险。知识不足，你教他做什么，他就会只会做那个。对，那你要是没有事先讲好，说紧急状况，那应该119。他的国语讲的不是很好。刚来啊。换这个没换没有好久。我很多，我听过几个 case， 就是换手了以后。就出问题，所以换人之后的半年啊，要很注意。想睡觉，打回去了。今天来跟上礼拜四来还有一个不同，就是他今天早上有洗澡。所以你觉得会比较舒软一点？他是135洗澡。就是那看护室。对，他们135都是固定洗澡的。发现洗澡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在日本啊，不是那个在家里，很多老人家都不能下床的。不能下床。不能下床。洗澡怎么洗？洗澡怎么洗？擦澡。不是擦澡，他们啊，那个他们那个有这种那个公司服务公司啊，带一个那个活动的。哦，活动的那个等于撑开的，哦，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槽，哦，一
热水灌进去。那那个床呢有什么好处？可以里面躺的地方可以升降。哦。架好了之后，一个升降机一样的马达升降机，就躺了上去，就让它慢慢沉到去泡。泡了之后再把它升起来，再把它洗澡。哦，真的。咦，那这个东西台湾没有，没有。还没有引进来。你看他们去浴室，最多让他们坐在盆子上讲。对，现在椅子上讲洗，没有泡澡，日本人喜欢泡澡。对。他们是可以泡。这个可以给他，请他们到台湾来推销嘛，推广。因为我知道我很多朋友啊，他们都只有擦澡，他们连洗澡都没有。那洗澡啊，泡过有泡一泡再洗啊，跟那个这样直接下的虫是不太一样的。我很多朋友他们是只有擦澡而已，一年365天都只有擦澡哎。连洗连洗都没有，连shower都没有。上次我有一个朋友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说你怎么不给他去洗澡？他说这没办法。啊，妈妈有点想睡觉了，你看看。啊？哇，老师你看，眼睛啊，眯眯。刚才打呼欠。哎。雨晴，你看奶奶，那眼睛在眯眯的，看到吗？想睡觉了，那没关系，妈你睡觉哈。你睡你的哈，我们帮你按摩，按摩好你就好了，好，睡觉，睡觉喽。现在已经坐了半个钟头了。半个钟头，整个现在是差不多。我退休了以后，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不再做那个有钱的工作了，因为钱已经不是问题了嘛，哈，不够用了，够用就好了，要多是没有了，吃饭没问题，可以吗？现在也不需要什么储蓄啊，什么都没有必要。一天你有一天的饭吃就好，所以，我认为说，这时候呢，就是做志工最好的时候。所以你说，我去，去帮人家摄影，拿这个工作费，这是绝对我是不会做的。那种事情是留给那些还在拼事业，还需要他还要交，还要交房贷，还要给小孩奶粉的人，把那个工作留给他们。那你该给人家多少就给人家多少，好，不是说我们这种那八折，打个八折，打个五折给你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收了也觉得很不准，对不对？我的技术也没有别人的差，我为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但是你这个钱是应该给那些专门做这种服务的人啊，专业人士，你付专业的钱是吗？啊，那我们做这种
就是服务性质了，志工，而且说实在，我们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摄影机，就是很简单的，哈、哦，也不是人家专业，你看人家专业那个大炮的，哇、哦，大炮型的，可以拉近拉远哈、哦，然后它收音有一个专门收音的东西哈、哦，那个设备买起来多少钱呐、啊？是不是？啊、哦，那做起来的质量也好。那你说，我们去跟人家做，要跟人家拿钱，这也是未免太拖大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人家要给你钱，你也不拍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他给你钱说，哦，我给你5折6折已经很好了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还给你3折2折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样的话，不是把自己的人格，没有那 pride， 对不对？把自己的人格踩在地上吗？是不是？干嘛？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？对不对？那我今天来做就是，哎，他们没有，啊，我们来帮忙，是不是？啊？那你说在这种情况，我有必要去升级我的设备吗？啊，没有嘛，我这是中华艺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升格这个设备都要钱。对呀、啊，那是投资啊。我觉得反正看得到影像，听得到声音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哪一天这个坏了不能用，再说了。唔惊嫌，就安尼用落去啦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，等到哪天哈、哦，我的时间多了，我就来帮老师做这种事情。哦，现在会痛了，现在痛，这样会痛吗？这样会痛。哦，怪不得我帮他做这个，他也是会痛。哎，我给他换一个画面吧，不然这个太长。好，我给他换一下。